今天继续石头换汽车啊！一个好消息，有冤大头，不是，有大老板是阿肯的死忠粉丝啊，说用新车换我媳妇儿，但媳妇儿必须完整。哎呀，我这媳妇儿前几天刚被我干碎了，为了讹车不是换车，必须得把我媳妇儿修好。先用502把马头跟脖子塞好。经过第一步啊，这马头现在已经立起来了。现在的问题是啥呢？这块就缺了这么一个大窟窿啊，往里头扔100块钱私房钱以后，再上绝活方便面。我把这个方便面这么往上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个冤大头不是大老板啊，我得好好讹他一下，争取把金宝俊他家最帅那款车给划了过来。下一步拿这个热风枪，今天要是能修好啊，你们谁也别告诉金宝俊那帮人啊，这码头是我用方便面修的。我弟们，马脑袋冒烟了，媳妇儿你咋的了？媳妇儿，这方便面是熟的是咋？这味儿太大了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啊，我们来看一看效果啊。硬邦邦的啊，这完全好了呀，正面、侧面啊，这种角度啊，这倾斜度啊。看转一圈，而且我这个最厉害的是啥？这个玩意儿它本身它这个材质就是巴巴赖赖的，我这个方便面它也巴巴赖赖的，我觉得直接就可以上漆了。现在我这巧夺天工的手艺啊，完全可以瞒天过海。你给我，哎呦我的妈！说真的啊，这修好了我也踏实了，也算是对得起阿肯的一番心意。你们就说算不算修好？这边是原来的啊，这边呢是我用方便面修的啊。你们要是不给我告密，谁知道我这玩意坏过？只要咱们把这秘密守住啊，咱这个车就换了。阿红啊，新宝骏有个冤大，不是有个老板上套了，不是那个是好人，要跟咱换车。真的假的？完你这两天去一趟，把他家最帅的车给他讹下来。